他不缺得去，凭什么？你凭我只是收了今天做完节目的钱而已，没有说要是冒生死危险。你还年轻，冒得起险解决我已经不行了。快，就在这儿。我先看多少米，我要走到4000米，必须，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看他们嘴唇都白了。到4000米是我的目的，不到4000米我就不下去。这才3870，可以了，你自己去，我在这儿给你拆礼物。不，我不要西楼，啊，我还没有结婚生子，我还有人生愿望没有达成。现在有带小孩。不，我男人没有我不行的，你姐夫会哭的。那么多人。我赖倒坐，你有本事把我拽着走。我们真是太老实了，最后一天你们都不争气，不给你，都清理的勾带。我勾带了。